大家安排感谢主恩，感谢上天主庇，做事的帮助，事主事后认为老大人的台湾大地，配合老大人的古代医生，让他们有这个机会，会当伫台顶甲各位真人做伙学习。今仔日呢，好哈是第一届，在迄个成全班第一届。啊，有讲唔对，讲唔对的所在，是各位真人教我多多指正。今仔日呢，好好的回报是，去共探讨了。醒思，这个醒思就是反省思考的意思。有啥物咱来反省呢？因为咱反省咱受到遮侪东啊，到受了好也是好。咱老师有讲过哦，伊讲，道啊，爱明白心念的根本来源，专心致志的修行。体察家己的家己是如实修行，也是咧大老咧敷衍了事。咱来得着是毋是？咧想咱想自己。啊，咱若是来得着，啊讲伫遐咧讲啊听听就好，安尼。够价值，无价值。啊，到每一届班次的时阵，讲师咧讲的拢是不是做得力的？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咱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拢会做着这项代志？因为啥物仔想自己，用咱较早暗暝想的时阵，是不是做一次的？是当时阿伯就常常拢会讲一挂无好听的话，啊讲出来，伤着别人的心，啊拢唔知，啊拢家己想讲啊这是正常，啊唔过来即摆来着着啊，是毋是知影这唔对，爱好好修，好好做，啊所以。师祖有讲一句话哦，伊讲修自己足困难，啊，就来咧讲别人真容易，是哦。而且咱修自己足困难哦，大家拢会拄着一挂不如意的代志啊，脾气起来，啊，讲话讲到无好听。啊，毋过咱嘛毋甘心会甲别人讲咱这安怎做，啊，毋过咱家己教好啊师，啊教好啊教，袂歹。啊，毋过咱平常时毋是会犯着过错，啊，这就是甲咱讲，咱犯着过错啊，咱就知影讲以后袂当阁犯这种错。以后知影要怎做，要怎去实行。所以咱是毋是平常是爱检讨家己，毋通一直讲别人的毋好，安尼嘛是毋是做考验？其实咱甲人之间是一个做好的缘分，像各位真人安尼共款，即摆坐伫个打卡，伫个讲述，伫个做受到，是一种缘分嘞。啊，若是做缘分嘞，感觉个人的思维，啊，是毋是爱把伊当作是家己的家人，还是家己的朋友同款？啊，互相免嘞，唔通人甲你讲
好，这代志安怎做？啊，你着大声细声讲，大声细声。所以，啊，毋过若别人讲咱毋好，咱是毋是嘛？当搁上当大声大细声，是毋是？啊，恁来，伊这就是讲讲，这有可能就是咱爱改进的所在。有一句话是安尼写。真歹，无人知，啊！不过这个嘴咧，上厉害。虽然有啥物，是嘛无人知，迄心大心大内底拢是有看无，啊！不过嘴咧，会讲出一挂无好听的话，啊！就是虽然身体足善良，啊！不过讲话就是。就伶牙俐齿，嘛是有时是嘛会伤人。都有一句话，同样的一句话，恶声恶气也是细声讲，会感觉是毋是无同款？啊，毋过这就是爱，对讲话开始练起。随份匠心的根基，用作温和的语气，即使提出无同款的意见，是毋是老师是接受？若是讲较大声，较讲无好听的话，人家会接受？不会，会接受嘛？所以。咱晓得啦，自己找啊，还是用来度人诶，用来讲道理诶，敢是要用来讲是非诶？个参上化学考早同款，化学，我较讲话拢做对诶啊。啊，若咧考早，若咧讲话诶时阵，无先讲头脑诶思考，就讲出来。讲出来，啊，唔知，甲别人讲唔知，毋是伤人个心，啊，家己拢唔知，所以人万讲，甲别人讲，咱是无当，搁会生气，爱想看卖，伊讲个话，是毋是咱做唔对？啊，若是做唔对？咱是毋是爱改进？莫脾气来个，讲一寡无好听的话，但是这个脾气就是上歹收。包括有汉同款，那有汉若拄着无好不如意的代志无，就是会生气，因为有汉伫咧读册的时阵。但是人在讲话，啊你安怎？阿姐，啊，脾气就来啊，啊就，啊听话就，对嘴讲出来，啊，咱若讲出来啊，感觉收袂倒来，收袂倒来，所以就是有一个成语是安尼讲的，怒发冲冠。那是啥意思？但是人咧受气的时阵哦，啊，你头张咧向上，反正是变着地啦，着地弄样，啊，就是人咧鸡仔咧烧刀同款，
全身的羽毛拢是火顶啊，啊人人发脾气嘛同款啊，小孩们嘛同款，也是头脏也是那样起来，啊眉毛到处啊，两眼圆睁，敢那遐足恐怖安尼，讲话拢做些所受气，也毋是看会惊。啊，毋过，这一款的模样够好看，足歹看。啊，皮皮到啥物好处？有啥物好处吗？伤身。伤人。啊，是毋是搁做保养？对。想想个计代就是，好富来啊！上家己的力，上家己的力啦，力气啊！嘿，啊，今是在讲哦。对。对嘛，啊，毋过嘛有人安尼讲哦，讲，我呐，心内袂歹，啊。发脾气，干安怎？有个人就是安尼想的。啊，不过咱若咱若是发脾气，有啥物？可是既然心地不错，啊，有啥物都会发脾气。啊，是不是伊个倾向的丑化？啊，哥，我留下别人不好的印象，安尼。够期待，无期待，所以咱大人就是爱收好咱家己的脾气，收好咱家己的脾气，啊，培养公司的默契，彼此间是好的还是歹的，那不都是感受的结果？啊，若是今日双方感受无好，啊，明仔载嘛是同款，安尼即个恶人是毋是如此的结下？啊，若是注意把人的感受，啊，互相结好缘，啊，毋过咧，你的嘴讲的。甲你行动咧做，迄拢是因果的。其实无歹啦，迄是咱的心的作怪，是咱的房屋心，不免带一挂房屋的失去啦。所以，咱刚爱是咪爱收到啊？啊，刚爱做爱找人麻烦。袂使嘛，啊，刚爱一直找人缺点，啊，制造一些无好的代志出来，所以谣言止于智者，处在这个人行人事的当中，咱得爱会晓用理智判断是非。什么叫谣言止于智者？就是巧的人，袂去听别人胡白讲话等等。像咱即摆伫咧公司上班，是毋是拢会听着一挂人咧讲是是非非？啊，较早还袂来家调度的时阵，是毋是就爱听的啊，唱唱落去？常常就伫阿家一直讲，啊，即摆来就遮尼久吧，是毋是？袂当阁常常落去，听就好，听就过去。迄无阮的代志。迄若讲，因咧讲话，迄就是因家己做考验。啊，阮即摆是收着老师，阮袂当做考验。所以。就像我较早那样，你好，我较早不真正我问你，安怎讲？人家冲啊，我就冲啊；人家冲啊，我就冲啊。
啊，拢无经过啥物头壳的思考啦。啊，我人我就讲要创啥，我就创啥。啊，也毋知迄是好的代志，还是歹的代志。就是直接成语叫人云亦云，迄就是形容别人做多，我阿头早讲的。别人做啥，阮就做啥。啊，拢无经过家己的思考，毋知讲即个代志到底是好，嘿，还是歹。所以呢，人以后若别人身躯的人，若讲一句做有道理的，即咱是毋是爱听入去？听入去，爱学习吧，学习。即个人讲的话是做好，啊，咱教咱人做好就爱学，啊，敢是袂当侵犯即个人安怎？嗯，袂使。该晓晓想讲，袂晓做。听到一句好话，也许是有名望的人所讲的，嘛是一般的人的心嘛，心袂当体会。无想着讲别人敢有做到，敢有做到，做到，重要的是咱家己爱欢喜的怎啊？所以，咱呢，就咱的失去嘛，是毋是做困难？因迄个诶，咱较早咱老生出来时阵，变矮啊。是毋是无脾气啊？也无毛病啊？啊，毋是毋是大汉了，受着一寡无好的污染，啊，脾气毛病，啊，习惯，啊，那时间愈久，这个是毋是咱的习惯性啊？但是这个事情呢？看袂到，也摸袂到，啊！不过呢，拢会伫显现你的心境当中，互人感受着讲，失去好也歹，唔单家家己，不止与家家己有关系，你身躯边的人，是毋是嘛受着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句话是安尼讲，伊讲做好代志会当减我一个人，啊，毋过做歹代志会当加我一个人。咱即马虽然来得上岸，啊，毋过是毋是身边阁有带一寡失去无好的习惯？咱袂无迄种反射过程，对毋对？咱听到，咱若着无欢喜的话，哪会当如此的善解？啊，无心存芥蒂，人甲咱讲歹听的话，咱是毋是爱用？甲伊讲说多些，讲这着是，这着是你予我的磨练。我的磨练，是甲阮的心内家己自我抚慰。所以，咱即摆是毋是舒舒服服，拢爱教阮。安尼，咱咧相处是毋是？就好啊，就无做任何代志啊。安尼就是不一样，转为去好。所以咱就是爱讲。好讲好话的习惯，企图随心讲话的习气。啊，若是咱咧讲的话呢，互相勉励。啊，若共啊若做唔对，是毋是咱嘛是爱帮指正过？啊，咱啊若是咱做唔对，别人嘛是共咱指正过。
每当哥，每当哥，每当哥，讲安怎啊？我唔做对，啥物你爱讲我唔对，安尼是不是相处的一挂问题啊？所以彼此成就就会省下省的经济。啊，若是人讲一句话，啊，唔够咱是来无欢喜，是不是得种下？无好的经济，所以若拄，所以咱以后咧，若拄着啥物代志，咱就爱想，冷静，脾气莫随发出来。若要发出来时阵，爱先站起来，讲冷静，讲爱冷静，想看卖讲，人讲我唔好，是毋是？可能我做甲无圆满，啊，有安尼的信念。是不是有冲突了？那要就来埋怨，卖认为讲，啊，拢是拢我是咧包容你，善解善解你，啊嘛嘛袂当袂去讲，啊，我拢无唔对啦，拢别人个唔对，安尼，那双方安尼就讲讲，这是你个唔对啦，啊你嘛就讲你嘛是你个唔对啦，安尼，我就解解决。来解决，啊是毋是永远拢无得好解？所以爱听讲一句话，歹势是我毋对，啊若是咱若是咱若是人生讲是毋对，是咱的做咱的过错，咱是安尼回事嘞？安尼，即个争执是毋是得？啊，若是无，就是唔对。啊，一直讲，他是你的唔对，那是你的唔对。安尼，是不是？这项代志是不是会愈大？所以有时阵呢，咱难免有一挂，无一时冲动啊。会讲冲动，啊，就讲一挂无好听的话讲出来。应该爱善解伊的心态，教大家咩宽容伊的行为，袂当煽动情绪啊，啊，互人结歹。两个人之间的，那是一个对方唔对，还是咱家己的唔对？啊，不过咱嘛是会当一直强调讲，啊，迄个人唔对，啊，伊嘛一个人的，啊，讲迄个人的唔对，安尼嘞，一寡家己天处的行为，因为是毋是？我们的感情无唔无好，本来是朋友，啊，结果互你相隔，讲甲无欢喜，拢讲这唔对，那个唔对，啊，是毋是感情就无好啊？啊，唔过咧，过咧就只叫一个考验。啊，唔过咧，这个药听起来很抽象，啊，唔过药。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信念。因为咱的行动拢是咱这个心，既然咱这个心，哇，发出无好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咱的行动就是一个小的，讲做一挂无好的代志出来。所以，如果这个小和尚善业强盛，啊。做人心做平和的，做和平的。安尼，若拄着紧急的关头，是毋是会当冷静？啊，若安尼，伊个危机的度过。啊，若是危机最要紧的关头的时阵，啊，人的心量。不平衡的，
啊，我就讲我不同立场的人，阿哥搞一件会讲出来，是会表现出来。安尼，双子拄着，是毋是出现出了做一寡，做一寡无好的代志？所以，咱爱咱唔敢甲咱的心投降，就爱敢互咱的骄傲的心、傲慢的心、不合群的心、无快乐的心。才有快乐的心，有心，还有菩提的心。什么是叫有心？这个有心呢，就是这个佛心就是慈悲的心、智慧的心、甲大慈大悲的心。啊，咱到尾做上这款的。你咱即马来道场啊，是不是爱会晓慈悲？啊，是不是爱有智慧？啊，拄着，比如讲啊，拄着动物，也是拄着一寡。人是不是？比如讲嘛，拄着一寡动物好啊，咱来有来收到啊，足久啊，是不是看到一寡众生，咱是不是爱有慈悲的心？会当做一寡杀业，也是安尼，是毋好啊？什么是菩提心？这个菩提心就是干嘛？发生错误的心嘛。这要跟我各位讲的，你今晚够干嘛？啊，够清楚？哇，真好！你来都。够清楚，我这个清楚啊！啊，咱若是无清楚，啊，无干哦，安尼是不是无好？是不是咱是不是爱干哦干哦？知影要家己要怎做？啊，干菜是不是？刚刚所讲的话，是不是做不到你的？安是不是安怎用会着？所以老师也无希望讲，当一受到挫折，心就冷，这就是足大的问题。人生啥无考验，两颗石头，小坑。
是不是嘛？有声？啊，若手嘞？用着石头，是不是会痛？会感觉？啊，毋过嘞，咱袂当想着痛，袂当干那样想着痛。爱想讲，有啥物只个石头，会去用着我的手。所以麦老师，李老师要求别人爱配合我，应该要家己讲，有啥物我甲伊聊，我甲伊配合，合不来，爱要求家己，安尼是毋是有完美的一天？所以有啥物人来遮，有得来听道理的，老师有讲过哦。有啥物人爱听课？啊，有啥物爱听课？听课是毋是要找出家己的问题？这就是反省，世界的反省，容不容易？够容易？无容易？啊，当然是。承认过错过程当中，咱的心就会清。啊，毋过咧，咱就无承认啊，无承认是咱的毋对。心若愈清，安尼是毋是会找出搁侪搁较侪问题出来？所以咱今日，面顶这条路是咱的路，咱的正路。这条路是咱的正路，这是一条好路。啊，咱们是毋是爱坚持落去，行落去，互搁较侪人诶分享你即个做好诶喜悦，就是爱从咱自己开始，先看到咱家己。啊，家己的职责甲使命担起来。你若是惊讲话，你就袂当烦恼，因为咱是做咱的代志，毋是伫做互人娱乐的代志。所以咱即良心就是长久。天空是真个天空同款，遮尔啊清净，遮尔啊清清白白，清清明明。这呢，就是修得烦恼人的心，心中若阔，因为是天心。啊，若是啊，会当得到天的帮助。啊，毋过咱修行啊，咱修行啊，毋单是为着咱的罪、业的因缘，若是拄着讨厌的人，是毋是会想？是毋是会想？不介意是毋是会欺负你？啊，还是着看到这样讨厌的人，毋行加快，咱就比起啊！安尼，咱这就是爱欢喜，因为咱即摆呢，是会敢有食，袂使有食。咱若是咱咧收，但是还佫欺负人诶，还佫甲人结下无好诶姻缘，安尼是毋是白收啊？所以咧，咱就爱学耶稣同款去爱别人，去爱用耶稣的心去爱别人。但毋过，够足简单，足困难是嘛？所以咧，甲我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承担，这就是使命的开端。修德
就是一个的开端。好呀，就是亲像的开端。啊，到啊，就知影咩打咩收班。虽然咱收班的当中，是咪拄着一挂无咧？哎，咱也是。若拄着外人啊，咱搁摕落来，咱搁无好收，无好啊坚持。啊，若是咱若继续做坚持的，是毋是会当到达彼岸？啊，有时间的话，也好好讲结论。结论就是，师尊，佛陀师尊甲我讲的，伊讲。咱的爱好用清楚，这个肉体事业是都足得无常。啊，把你的不爱把你的一生的精力用来追求米，追求米，求利，求安乐，结果是安尼讲的。咱的万能，也袂当了，两把相还。所以咱爱持续，伊就是爱会记的。众生是毋是会当脱离苦海？众生是毋是会当超生了死？逐天度人，求得心转人的明白道理，安尼无闲袂去食饭，袂去睏。啊，毋过心内足欢喜的，足踏实的，是毋是？安尼，这个时阵呢，你的心就是天心，就是这个佛心，也是慈悲心，你就是这个在世分。天堂不是死较去的，当下就是天堂。如果你若做一寡做一个代志，感觉食饭袂芳，睏到袂安稳，安尼规个心做无踏实的，啊，搁无快乐，有话搁讲，安尼，做家己咱做家己来反省，到底我是做唔对，咱就爱忏悔。爱家己去改，忏悔若过啊，就袂当再犯啊。所以咱即摆，我们讲一下，修得这条路够唔得？够唔得？修得这条路够唔得？啊，是毋是像同一个火车同款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多少个？众生咱当谈咱的去接应，不过咱较早嘛是拢互人接应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咱阿是毋是爱接应吧？哎，都像老师无甲放弃同款。哎，所以咱是毋是卖放弃家己，放弃别人好唔好？啊，咱是做几回修道的道亲。咱嘛袂当放弃道亲的，道亲嘛袂当放弃咱的。安尼，咱是毋是会当倒去咱的里天啊？啊，用时间的关系，我好来讲到遮。啊，若讲无好的所在，请陈副主陛下就，请您早点务早点应，各位在场，我多多支持吧。